花一点时间陪伴，做陪伴。刚刚讲一句话，我觉得很重要啊，说好话，啊，好话不见得是对的，但是永远是好的，永远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妈妈，我们的爸爸，从小到大一直陪伴我们，啊，然后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的，啊，那有时候就像他说的，有时候以前他们的生活环境不见得受过教育，啊，好的教育，不见得怎么样，他有机会，他比较忙，他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下来听这样的一场演讲。但是今天在座各位，你们很幸福，啊，你们可以在这边吹冷气听演讲，啊，妈妈可能还在家里面，还在辛苦在工作，啊，这时候你回去之后多陪伴。好，尤其母亲节之后，你怎么样？你找机会陪伴妈妈，好，有时候对让她快乐，好，甚至于你说，妈妈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演讲，你回去之后就跟妈妈分享，哦，我今天听这个演讲不错，那也等于是帮妈妈在读书啊，对不对？你帮妈妈读了活的书之后，然后再告诉妈妈，让妈妈跟妈妈分享。所以我在我的幻灯片里面曾经有提到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十步六要远离忧虑？还记不记得？记得，还记得。来，有没有人要？有没有要讲一下？来，我们十步六要。哎，对，打开，打开来。好，往下。再来。好，对。没关系，不要有资金。好，放大一点。好，十步六要远离忧虑。好，我等一下，我们今天有奖品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先念一次给你听。好，这十步六要是我综合精神科医师、心理师、牧师、法师，他们在过去帮忙别人的经验当中，他们的法宝，我把它重整起来之后，用忧郁症这个英文字叫 depression， D-E-P-R-E-S-S-I-O， 英文字母排列出来。D 不能训，什么叫 D 不能训 ？D 不能训，念快点 ，depression， 好 ，depression， 哎 ，depression 就是忧郁哈。什么叫 D 不能训呢？好，我是以前叫做过高要标准先放低，我现在把它改成叫欲求先放低，好，因为我们的欲求、欲望、需求，啊，过高欲求先放低，自我信心往上，想思考排第一，放松心情乐无比，并运动，寻求资源能一同，经验分享多互动，左手助人任何农，定期健检遵医嘱，恢复健康忧郁出。是哪六要？要健康吃，要安心睡，要甘愿做，要欢喜受，要积极治。啊，这个我来。好，去年就跟他记得吗？啊，有没有李医师经常反复讲遍了之后，这个顺口溜之后，我告诉各位，医生帮助别人救人的方法要越多越好。你们在座各位。帮助自己的方法要越多越好，啊，你要是哪一天，碰到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很无助的时候，你就把这十步六要，拿起来，想想，医师说十步六要，哦，原来正向思考排第一，放松心情的无比。哎呀，你看我干嘛为了一场梦，明明是梦啊，还在那边跟我哥哥打架，对不对？正向思考，你看妈妈照顾我无微不至。让我现在还能够怎么样，很快乐、很自在的。我只要偶尔去看一下门诊，然后呢，每天都还有工作、附件工作可做，这样是不是很快乐？所以呢，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欢喜、很高兴。像在座各位，你们今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对不对？而且刚刚有很多人，像我们小叶，还有我们刚刚有一位哈，都能够勇于表达，这是什么？经验分享多互动，左手助人乐融融。当你帮助别人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是非常
快乐，你是非常有福的，对不对？好。